许多年以后，有一句老话仍然没有被人遗忘：泰安山上神犬，济南府里人犬。生命源头也是文化的源头，一座城市的开始从传说的尽头和神话一起启程。在寂静的亮光中，我只是另一个儒生，游走在历史的驿道中，用2000岁的汉字寻找和书写着城市文化的黎明。济南最早的繁荣应当见证于这幅国宝级的旷世名画。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济南风俗画《鹊华秋色图》是元代大画家赵孟頫绘制的，树绕村庄，水满湖塘，画图当中的隐逸之气和泉城烟水，一结就是700年。但济南有文字可考的历史，却比这早了许多。山岩站立起来比风雨还高，让生命有了最初的停靠。大顺择地依山而耕，依水而居，他该是神话传说里最早的济南人了。先秦时期，中华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两大代表，其一是春秋时期孔子在鲁国创立的中华最大的学派儒家，其二是战国时期齐国成立了稷下学宫，导致了诸子风起、百家争鸣的文化大繁荣。济南地区处于儒家中心的鲁国曲阜和稷下学宫所在的齐国临淄之间，是勾连半岛和内陆中原的要地。济南崇儒礼而尚奇风，不仅有了孔门弟子闵子骞鞭打芦花感天动地的孝行，还诞生了思想家、阴阳五行学派大师邹衍，并且出现了祖国医学史上的神医扁鹊。生命的亮节灼灼地开放，渐渐凝结成一座城市的风骨。此时的济南汇聚出中国古代北方城市文化的雏形。济南作为北方城市文化的代表，在一代英豪曹操和他的儿子曹植身上也得到了印证。公元184年，曹操出任济南相。公元229年，曹植被封济南境内的东阿王。曹操与曹植是建安文学的倡导者，著名的建安七子也多是诞生在济南周围。正是因为他们，
济南才成为魏晋时期文学的鼎盛之地。好男儿看担当，人们常用请缨来表现报国的决心和行动。他出自西汉时期的一位少壮英雄中军，《汉书·中军传》里“愿受长缨，必击南越王而置之阙下”的故事，折射出济南人最鲜明的性格特征。门神，老习俗里用来驱除妖邪，它源于另一位济南人秦琼。在李渊父子推翻隋炀帝的战争中，好汉秦琼立下汗马功劳。唐朝建立后，唐太宗李世民念秦琼忠勇双全，令其为自己守起护门，遂被封为护国公。当年的国公府就建在现在的五龙潭边。忠、孝、义、勇、信，涵盖了秦琼的一生，也成就了山东好汉的美名。唐代之后，民间百姓将好汉秦琼奉为门神，以求驱鬼辟邪、国泰民安。作为府城，济南具备了一个城市足以雄视百代千年的文化蕴含，这种蕴含来自于水。唐朝诗仙李白面对济南的水发出这样的感叹：含笑临到景，欣然愿相从。诗圣杜甫则感奋于济南的人文气息：海幼此亭古，济南名士多。宁静安恬、和谐并列的生活图景，勾勒出了一种自然环境，一种天地间本真的幽静与深邃。济南老城里，只要有柳树，便能看到明月别枝；只要有荷塘，便可听取蛙声一片。他们都操作着同一种笔墨，写着一种在世界上独有的毛笔字，不管是官居高位还是民间布衣，全程在他们的笔下被书写得端端正正。历史长河流到了宋元时期，流到了济南这一段，便更加的开阔和文雅起来。那年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，由京师到济南出任吏长书记。吸引他前来的原因是济南多甘泉。被泉城烟水吸引前来的名士可不止苏辙一人，唐宋八大家中还另有苏轼、欧阳修、曾巩来到济南。在这里，他们把最壮丽的诗文写进泉池，词章与泉水平行，与永恒押韵。江家须向习池游，南放西湖石请丘。从此七桥风雨月，梦魂常到木兰舟。
曾巩也确实是文章好手，他用与济南泉水差不多的清澈，把这段文字收拾得明明净净。诗中既有对大明湖内奇巧风月的真诚咏叹，也有对济南难以割舍的缱绻之情。曾巩在济南任职期间，主修了大明湖的北水门、百花堤和七桥风月，考察认定了济南泉水的源头在南部山区。趵突泉经过开渠引泉，泉溪相连，整个城市因泉溪的环绕而变成一座水城。同时他还重新振兴了济南地区的尚书之学，推动了济南文化教育的发展。元代四大家之一的赵孟頫，1292年他历任济南。赵孟頫博学多才，在当时就有书画冠绝天下。他在济南留下许多诗篇，尤以《趵突泉》诗影响最为深远。云雾润蒸华服住，波涛声震大明湖，为传世名句。堪与济南泉湖同辉的，便是这幅著名的《鹊华秋色图》了。泉城烟水，在赵孟頫的心里折射成一幅水墨丹青，氤氲出久远的年代。他用一支又轻又重的笔，生动地表现了那一时期天清地宁、奇烟九点的济南特色。清朝乾隆皇帝对此画倍加喜爱，鹊华秋色四个字就是他的御笔。非但如此，乾隆帝还在画面题了四跋，记录他曾站在济南府的城墙上对照着此图眺望鹊华景色。济南一定埋藏着什么诱惑，如果没有，乾隆怎么就这样认定了你呢？提拔和印章浩浩荡荡，裹着墨香，展示着济南的文化意道源远流长。旖旎风光也引来了北宋词人、书法家、江西诗派开山之祖黄庭坚。济南潇洒似江南，这其实更是对一种生命状态的由衷喜悦。与黄庭坚同样是外地人的元好问，则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对济南的喜爱。那一年，大诗人元好问乘船济南游，一路上他水面赏荷，水底看山，不禁诗兴勃发，吟唱着羡煞济南山水好，激情表达有心常作济南人。唐诗宋词像一串串鲜活的音符，唱出了万古不竭的歌吟。
可曾知道，济南有两双手退出了宋词的收获之秋。花自飘零，水自流，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，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1084年，一位小千金降生在济南府一位名士的门第。十几年后，他辞灵婉约，绝代风华，成为中国千年一遇的大才女。她是李清照，号易安居士。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800里分回下至，50闲番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。辛弃疾，字幼安，他也在济南出生长大。这位民族英雄、军事家，词意上与苏轼齐名。李清照与辛弃疾被后人誉为婉约词派和豪放词派的代表，在中国文学史上并称济南二安。他们在词坛上双峰并峙，使得一座城市在不经意间开出一片诗意的天空。二安更像是济南城市性格的两极，可是在豪放派这里却也有茅檐低小、溪上青青草的闲雅之风，婉约派人物竟也唱出90000里风鹏正聚的动地壮歌。二安之后，济南文风日渐兴盛，仅著名者就有宋辽金三部正史的总裁官张启言、原杂剧作家武汉臣、散曲家张养浩等。张养浩曾做过元朝礼部尚书，为官方正，敢于范言直谏，他的散曲造诣极高。在隐居济南老家8年期间，寄傲山林，纵情诗酒，创作了大量诗文散曲。元代散曲在济南北园这个10里荷塘的地方传扬出去，传出了中国文学史上远古至今的绿色箴言。万竹园，这儿的一切都还记着当年主人们顺利一世、心期两望的优雅琴声。园内的望水泉在72名泉中列第24位，清代大诗人王平居住在此，自称24泉草堂主人。他一生赋诗3000多首，传世诗集为《24泉草堂集》12卷。万竹园里木石依旧，斯人已去，而他的诗文却长留人间。秋来何处最销魂，残照西风白厦门。他日插池春燕影，只今憔悴晚烟痕。有一代诗宗之称的清代著名诗人王渔洋，
与诗友会饮于大明湖南岸水面亭，汲经挥毫赋秋柳诗四章，诗中通篇写柳，却不见一个柳字，境界高远，震动了当时文坛。于是立下文人在此成立秋柳诗社，观柳赏荷，即兴赋诗，想风就风了，想雨就雨了，人和诗风雨同行，在吞吐着一个精神道场的同时，享受着生命的大快乐。然而济南的柳树在清代文学家刘鄂笔下却被称作了垂杨。1890年，刘鄂客居济南，他把扑面而来的景致写进了《老残游记》。进得城来，但见家家泉水，户户垂杨，比那江南风景觉得更为有趣。家家泉水，户户垂杨，对济南的传神写照，当然会以纯粹经典的方式被保存下来。除了这八个字，刘鄂还用大段的篇幅生动撰写了明湖居里白妞黑妞唱大鼓。济南有曲山一海之称，即使在最动荡的年月，济南的曲艺也未曾停歇。在北京学艺，在天津练活，在济南踢门槛，中国曲艺界人士这样说。近代济南，其文化的包容更像一个磁场，不仅吸引着美国哲学家杜威在胡适的陪同下三次来到济南，也吸引着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在徐志摩和林徽因的伴陪下到了济南。离开济南后的泰戈尔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：我怀念满城的泉池，他们在光芒下大声地说着光芒。济南，诗人们冥思苦索的家园，扶着岁月，驾着光阴，但凡灵魂落脚的地方，总能开出些不一定深奥，却一定传世的经典。在济南，徐志摩、林徽因走过了小巷，共一把油纸伞，遮住了左边，遮不住右边。清末民初，济南这座中国最早自开商埠的城市，成了许多汉语言使用者为之神往的地方。被古老的泉城文化深深感动的，还有梁启超、胡适之、梁漱溟、康有为、黄炎培。在这里，他们惊天伟地谋划科学未来的窗口，雕刻民主启蒙的格言。年轮已化作淋漓酣甜的畅想，一切清泉净池所应该有的，济南都有了。公元1930年，
现代大作家老舍就职于齐鲁大学，在济南生活四年多，写下许多咏诵济南的散文，并出版了以济南为背景的《大明湖》等三部长篇小说。话剧《茶馆》是先生的传世之作，早于此作十几年，先生便在济南煮一壶泉水，沏一杯香茗，文章里弥漫出这样的词句：哪儿的水能比济南。穿越时空，一种历史的沉伤。2009年7月11日，98岁的文化巨匠季羡林走了。家乡最能叩开心灵的窗口，济南的寻常巷陌复活了先前一个世纪的童心。我6岁到济南，19岁离开，一口气住了13年之久。济南的每一寸土地都会有我的足迹。当年不爱读课本的乡村儿童，后来成了驰名中外的学界泰斗。命运的拐点就发生在他的高中求学期间，是济南开埠后领风气之先的教育环境，让季羡林有了受用一生的读书习惯和严谨的治学态度，从而奠定了他的国学基础和做人的高尚品格。风吹来，把济南的老歌吹远，也把文脉深深吹进了济南人的血脉。泉水滋润着，文化滋生着，文人雅士的词章滋养着，泉脉与文脉同生共长，这是天下泉城名士济南。